俾我，我会爱你10000年。太普通，太普通啦。Will you marry me？ 唔够诚意。作为一个编剧，我竟然俾呢句对白难倒。哎呀，老便秘啊！做我下半世的女主角好吗？好。Yes。Banner， 你让我来这里啦。Karen， 4年前的今日，在八路风球的前夕，我们在这里认识。我想说，在4年后的今日，同样是八路风球的前夕，我想趁这个这么特别的时刻。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很危险啊？啊！天文台就嚟会挂八号风球啦。我知道你份人一向小心谨慎，所以我一早 check 咗天文台呢个 apps， 知道呢个风暂时仲喺南澳以南、汕尾以南附近一带徘徊，天气系冇咁快转坏。咁你又有冇睇清楚？天文台仲话海面会有显著涌浪，仲特别呼吁市民要远离岸边，同埋停止所有嘅水上活动啊！相信很多市民都跟 Ben 一样，会低估恶劣天气出现之前所隐藏的危险，其中一样就是涌浪。涌浪其实是来自远处的海洋，很多时由热带气旋引起，一般都不容易察觉，但是当它到达岸边的时候，就会经常翻起巨浪。当巨浪出现而你还在玩水上活动，或者在岸边钓鱼嬉戏，就很容易被卷走。哇！口未完，又有大浪打埋岸啦！真系企前少少咧，都会被浪卷落海噶。作为一个编剧，我会安排喺呢个时候有人被浪卷咗落。救命啊！有人被浪卷咗落海啊！有头发，我攞料先。喂！2627，揾到 AED 啦。毛巾。Sock。好彩咁啱有船翻岸，先可以救翻你咋。我报咗警，救护车好快到噶啦。好。我最期待的画面出现了，大家记住，咁就救到人啦。个风越嚟近啦，大家快啲远离岸边啦。喺天气恶劣嘅情况下，无论打风、暴雨、雷暴，都必须做足适当安全措施，咁就可以防天灾、保平安。任生，任生，记唔记得我啊？记者郑瑞晴啊，上次拍嘢见过噶啦。女神主播郑瑞晴，梗系记得啦，我好中意睇你报新闻噶。咁唔知道我哋可唔可以约个专访咧？我为人都比较低调。不过为了将应急三式推广给更加多的市民，那不知道我们可以约个时间呢？我们边行边讲啦。Karen， Ben， 现在呢风来势汹汹，你都不要留在海边这些咁危险的地方了，快点回家做好防空措施，好不好？任生，任生，这什么剧情发展啊？完全不符合逻辑的。作为一个编剧，我承认我今次的铺排是有些失败，下一次我一定要我生命中的女主角有一个感人、浪漫而又难忘的求婚。Action！ 我请你吃雪糕好唔好啊？好。嗯，你嫁俾我好唔好啊？啊！Action！ 哇！